行星，古老的太阳再次升起，又用一个富有生机的良辰吉日，保佑我们。这场战争的恐怖让我们魂飞魄散，将我们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。我们都感觉到了，我们有多么渴求希望，一刻不停地挣扎，我们有多么精疲力尽。对于失去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有多么忍无可忍。没什么可怕的，孩子们，我们亘古不灭的傲骨会保护和装备我们。虽然我们濒临灭绝，但我们力争联合起来。我们的人民正在为使我们挺过今天而受苦，人类的精英会缔造我们的未来，乌尔托瑞、阿克斯的勇士们会在我们的礼赞的保佑下反击，他们会果断地打垮我们的敌人，从而自赎从前的罪过，并收复我们的旧山河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实是满目疮痍，但却面带微笑，因为我们万众一心，顽强地反击真正的敌人——对越反击。